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枚银牌。我参加了4届奥运会，然后获得了一枚金牌、两枚银牌、一枚铜牌，所以我觉得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感谢我的国家，感谢我的教练，感谢我的团队，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，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。一个人的成功是所有人的努力，然后促成的，所以我很感激，大家对我的帮助。蔡练辛苦了，你以我为傲，我以你为傲，我以你为荣。对，我觉得，是时候要转移战场了。对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了，因为今天我是拼尽全力来去拼得了一枚银牌，但是看我旁边的伊万，这个中间还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最后还赢了我，确实证明我老了，所以我很我我我我首先我恭喜2位运动员，对，然后未来的话我会把我更多的4届奥运会的经验，然后去传递给年轻人。